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接到稿子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祥子。在昨日的常规赛中，篮网客场128-124力克太阳。篮网在比赛中一度落后24分，但最终成功逆转。运动报记者 Alex Schiffer 报道，在第四节里，篮网主教练史蒂夫·纳神直到最后5分33秒才再次换上后卫詹姆斯·致哈登。在比赛尾端，纳神决定不再跑复杂的战术，而是告诉哈登不断去给杰夫·格林做掩护，以让太阳中锋德安·德烈艾顿换防到哈登，这是篮网想要的对位。纳神说道，我们坚持这么打，最后两次暂停我没有画任何战术，我说试着创造这个错位，以聪明的办法找到这个错位，大家来拉开空间。 And 他走了，他走了，右下角点个赞，再走啊老板。